海军姐怎么会找他呢？对，找他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哎，请鬼拿药班呢，上目前。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想了几年，甲想嘛歹势，看著你我著完全袂讲话，只好偷咧咧。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不好意思，来这位观众朋友，你打比叉，你是不是太好？他的娜娜大师，海军姐怎么会找他呢？对，找他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请鬼拿药班呢。到目前还没有看过大好的啦。对啊，不是因为我想说，没有看过啊。哎呀，跟 NONO 大师合作太久了，有点腻了。换一下娜娜大师。没想到这样，我的那个右耳都冲了。他，你唱这个歌是不是 key 对你来讲有点太低了？而且我看到朱海军，你右耳好像有流血了。真的吗？